来猜拳，猜出人把那你那一条丢下去。不是，我们说一般猜拳就不好玩了。我猜一个和弦，你猜那个和弦是什么？大家好，太厉害了！好大火力，就这样。老师，和弦学不会改啊？哎，我觉得不好玩，不好玩。好玩，太简单了，除非是九泉，我蛮厉害。卡给，干嘛？干嘛来？干嘛来？听到我听不懂什么和弦，我猜一个和弦，然后大猫猜出来这样子，然后如果他猜对，我就丢下去；他猜错了，小猪就丢下去，我就丢。没有啊，我转过来你就知道什么和弦啦。你要先知道那个音的啊。他超厉害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什么。C 和弦他要猜哦。深吸，小猪丢下去。